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，我会买她的礼物和蛋糕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很好，你好吗？我好好，谢谢。请问你能告诉我在后天在哪里吗？哦，先进走，然后右转。商店的名称是什么？商店的名称是 Fuck Market。什么是商店颜色？商店是蓝色的。谢谢你，你是一个好人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，我想买蛋糕。哦，可是我。这是蛋糕。这块蛋糕多少钱？是5美元。你有糖果吗？跟着我。这个糖果。这糖果多少钱？糖果是2美元。你买泰迪熊吗？不，我不买泰迪熊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也需要拿水。你买老鼠吗？我买。你想要什么样子的老鼠？我想要上面写着生日快乐的老鼠。好的，我去拿。谢谢。我会买蛋糕、蓝色和巧克力。好的，这是20美元。谢谢。这是3美元。谢谢。再见。谢谢。爸爸，我到家了。爸爸，你在哪儿？祝生日快乐！祝生日快乐！祝生日快乐！爸爸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生日，我很爱你，爸爸。我也很爱你。祝心爱的女儿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健康。